是沈西。2年前，我遇到一个艰难的选择，一个是青梅竹马的初恋林玉堂，一个是互相扶持的生死之交何之周。是接受选择的结果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希望结果能有不同，但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我赢了，谁赢了？谁？想哭就哭，别那么骄傲，想说就说，别那么。就让爱尽情燃烧，想爱就爱，别那么骄傲，想睡就睡，别那么烦躁，我们一路的奔跑就是青春里最浪漫的火烧。好久不见，已经过2年了，你过得好吗？想不想吃啊？我今天特地去帮你买的。我想要有你的未来。小心，小心！小心怎么了？小心，小心你怎么了？小心！发生了什么？小心你没事吧？小心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怎么听到唐唐的声音？这是哪里？怎么什么都看不清？小心，加油！小心，加油！怎么还有大家的声音？你还好吗？唐唐？何志洲？我一定是在做梦！别挡路。还要比赛，
真是一个不错的梦，而且还是一个超级超级大好梦，手感也真的真实。所以你是选择了我吗？什么选择？连做梦都想跟我这样，不是梦。啊，疼！难道这是两年前？现在的年月日是什么啊？现在是北京时间2016年6月7号。何时收？是2016年6月7号。哎，高考纪念日。不是，是2016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你回来了，不是，是我回来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你不是说不离开我的吗？那我也不可能住在女生宿舍。我可以住在男生宿舍啊，走。我就是想看看你嘛。好，那就让你看个够，我再回去。喜欢白色还是红色？哈？回答就对了。白色。早餐爱吃面包还是油条？面包。暑假想去法国还是日本？法国。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。我是今天吻你还是明天？明天。这里大概就是最好的观测距离了。嗯，你刚才是想吻我吧？才没有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了，快回去吧。快回去休息吧，拜拜。好久不见了，我很想你。这次我一定要让你好好活下去。嗯，一定。都还是老样子啊，大学生活真好，好亲切。你今天上课为什么偷了我排的小品段子？你个骗子，不要脸！好帅，真的。我演的好吗？不要脸！你跟别人吃饭，你凭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跟你说，你再好可爱，不要跟你翻脸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！你好，安静，小溪，欢迎回来。有病的二位，请出去。真的觉得回到宿舍真的太幸福了。豆豆，陈涵，虽然离毕业时间还有2年，但是时间是过得很快的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，不然啊，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想着说，早知道就把每一天的时间都掰成两半。
慢慢的过，或者是说好想要回到过去，好想要跟大家继续在一起，不想离开宿舍之类的。总之，这段时光真的非常的珍贵，所以我们大家以后都要好好的相亲相爱，好不好？雷爷，赶紧报警！有病的没错。嗯，竟然有些迷之热血呢。平治，你干嘛？不要冲动！再动试试看，再动弄晕您。死也得被你弄死，我只怕吹的风。我没死，弄死你！对不起。想哭就哭吧，这里没有别人。要不我俩陪你喝喝酒？对啊，我们都是同一个宿舍的兄弟，不然我去跟老大商量一下，看可不可以通融通融。小西是真的喜欢何志洲。喂，老爸，怎么了？没钱花了？没有啦，还有钱啦。哎，我说你有点什么事儿，不能周末回家说吗？啊？我就是想问你，我跟糖糖，作为你的闺中密友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两句。你说。不管你是不是我闺女儿，林子是我儿子，啊。喂，沈建国，我说你别瞎操心，本来上个学脑子就不好使，还去操什么三角恋的心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俩小子我都喜欢，你就挑着一个伤，伤完了扭头就走，千万别道歉，别磨磨唧唧把两个都给伤了。行了，晚上早点睡，你爹我还忙呢，过来，拜拜。我居然忘了跟他说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会忘记啊？再过三天就是越野赛了。不要改变过去。这是谁？他怎么知道我的事情？兑现承诺啊，面包，白色。暑假我带你去法国，然后我们结婚，生个男孩。怎么了，大哥？我们才交往第二天呢。你说你会追随我一辈子的，我跟我走。见个人。哎，我穿睡衣。睡衣，没关系。喂，哎，坐稳了。今天什么情况？母亲大人告诉我，叫我今后多陪陪你。原来母亲大人这么关心我们，那我们要去哪里？到了就知道了。哦。你干嘛？
手冷。可是现在是夏天，空调打太低了。借口。对，是借口。你想牵手，但又不敢，所以只好我来代劳。你其实在跟我告白吗？我也喜欢你。你干嘛？这是你第一次说喜欢我。是吗？喂，是林语堂先生吗？我有个小秘密想告诉你。这是恶作剧吗？不好意思，还有事。想不想知道沈西的事情？沈西他怎么了？沈西与何之舟不会有结果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可以预见未来。伯父，我想借您的户口本用一下，我跟沈西要去民政局领证结婚了。我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了。喂，我们才在一起第二天呢，你是不是太着急了？你说过你会。我知道我会跟随你一辈子。那就结婚。哎喂，你是不是在骗？骗婚？有阴谋？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子演的，突然出现一个完美男友，肯定有问题。你夸我完美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慢慢来。作为一个善变的女人，难道你还不了解自己吗？万一哪天你脑子短路了，喜欢上别的男人怎么办？结了婚也可以离婚啊。对，那就去菲律宾结婚。为什么？菲律宾法律不允许离婚。老爸，救我！我是救不了你了。这个男子颇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。小希，好自为之。你们俩自己结婚去了。这个给我发信息的人到底是谁？怎么会知道我穿越时空的事情？你怎么来了？还没睡。啊！你该不会想要趁我睡觉的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？原来你是这种人。想得美！我就是来看看你。睡不着。过两天不就是全市马拉松了吗？我知道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你报名了，但你可不可以不要参加？为什么？因为不安全啊，你可能会有危险。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。真的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参加？你可能会有危险，甚至可能会没命。如果你不想参加的话，我会跟猴子他们解释，他们一定可以理解的。你知道些什么？我要跟你说实话喽。我其实是从未来来的，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……别扯了。你说你是从未来而来的，那你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？但我知道。好。下一秒。
把希望全都灌下，就让世界毁灭，就让一切化成灰，一切荒谬今天都终结，就让我被毁灭，就让骄傲的骨灰来证明我曾经是谁。是否继续游戏？是。为什么不能选？你的人生只有困难模式。请选择一个存档，继续你的人生。你还有30秒时间。怎么选呢？倒计时结束。不是说好30秒？这就是个游戏，别那么认真。喂，已经为你选择了存档42。即将进入平行宇宙，请保持信念，完成使命。我的使命是什么？